来，老哥，喝酒吧。大白天谁跟你喝酒？炸！老哥，喝酒。行，我只喝一杯。哦你真正一杯吗？滚！啊！他跟我们来晚了。坐坐坐。十个一。喂，嫂子。十个一。哎，你哥呢？哦，还在呢。嫂子，小把戏。哟，好大的西瓜！哦，嗯，炸！怎么酒还没来啊？再等等，两分钟就到了。又喝酒。没有，我们在喝茶呢。喝茶？这是固本来24味菊花决明子茶。我最近不是应酬中，我去大妈，这款茶刚好适合我。它是遵循24节气规律配伍的24种天然草本食材，铝磨冲淡所鲜的，每罐打开都是新鲜的。你看，全都是大颗粒食材，春天喝这个正合适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好，你的外卖，记得给5星好评哦。啊！有没有剪刀？给我剪一下鼻毛。用这个，甚至谁还用剪刀剪鼻毛？哇哦！啊，你好用啊！啊！嗯？哦！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没事吧，我还有办法。啊！这空调怎么坏了啊？哦，没事，交给我。别急，我们先问一下她有没有男朋友，有的话我们不就亏了。美女，你车胎爆了，干嘛不叫你男朋友过来呢？哦，我没有男朋友啊。哦，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是现在没事做，你就去这款荣耀全面升级搬砖。你看这款车上带个逆天的搬砖手游，搬砖花样超多，门槛非常低，有点装备就能搬。而且荣耀全面星不是那种被工作室扎堆的搬砖游戏，适合散人搬砖的地方简直不要太多。你看啊，像你这种新手玩家，去换进这些图随便刷刷，御用原石这些抢手材料正在拍卖行刚上线，把囤的材料一挂，那都是秒拍的，包里的游戏币还不是直接起飞。你要是怀疑那点小金库逃出来，认认真的练个大号，带着嫂子去开金团大老板，嫂子还不是天天跟在你后面打辅助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我回去就下。
美女，秀好了，我们加个好友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老公不让我加别的男生